2024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即日起热烈热战中，广邀小朋友们画出自己在庙里的奇妙之旅。而庙方也宣布，即将在11月17号星期天举办颁奖典礼。现场不仅有某某家族带动跳和亲子 DIY， 更请来 AI 机器人小桃来带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寿山岩，希望能给每一位得奖者荣誉又美好的回忆。今年2024年第八届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即将在11月17日的礼拜天下午，在我们庙里热闹登场。今年我们不仅结合满25周年的海绵宝宝，在活动现场设置专属的打卡点，由专业摄影师为大家留下可爱的拍贴照。另外，我们也特别请来 AI 机器人小桃，化身寿山岩解说员，带大家认识更不一样的寿山岩，再加上亲子同乐 DIY 以及每位得奖者的专属纪念品，期待大家的作品都能突破重围，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哦。此外，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增设了3连霸和4连霸，鼓励小朋友们挑战连续夺得金牌，也将在当天万众注目下揭晓得主。庙方也介绍特别为各位得奖小画家准备的精彩好礼，欢迎绘画好手前来挑战。提醒参赛的大家，比赛需要使用专用的图画纸，我们一共分为幼儿园组、国小、低年级、中年级以及高年级组，各组将会分别颁发有金牌、银牌、铜牌与优选奖，因此总计有480位小画家会得奖。再加上今年首创的3连霸和4连霸得奖的小画家，是个非常荣誉的时刻。欢迎所有的小朋友发挥创意，努力来争取600到2000元的图书礼券奖品哦。庙方也提醒大家，增件从即日起到10月21号为止，民众可以到5个地方索取参赛专用图画纸，透过精选小朋友们天马行空的奇妙之旅，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寿山岩。记者林婷报道。